Hello， 九蛋，阿元，博廷，博维，午安，志豪，午安，阿华，午安。全妆也没有，我今天没有全妆，我今天也是平常的淡妆，只是口红比较红一点而已。对，没有全妆哦。是不是只要口红重一点，就会看起来像全妆了？而且我还长痘痘，这里是长痘痘。Hello， 逸晨你好，今天要用这一脸面对大家，因为我左脸长痘痘。谢谢小薰的紫蒲守护灵。姜母鸭知道长痘痘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我每次都觉得长痘痘是一个循环，就是好像一段时间就会长痘痘，然后又会小一段时间没有，然后又会一段时间有。我今天也可以签卡片吗？不然我怕我签不完。谢谢博维的桃花和果子，谢谢 TTP 棒抢的仙女棒，进度几张了？我已经签了大概一半吧，但还有一半，每张都用心签签签。谢谢小薰的永远都要在，多远都要在一起。谢谢小薰，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都可以看你。谢谢志宏的一见钟情，谢谢志宏，谢谢。通常左边长完就会换右边长。我好像不一定，就是有一段时间都会长，然后有一段又好跑。谢谢逸晨的幸运四叶草，谢谢阿华的桃花和果子。我跟你们说一件难过的事情，谢谢逸晨的一封信，就除了我长痘痘很难过以外，对，还有另一件难过的事情，就是志龙回家了，我好难过，他昨天回家了，志龙没有办法再来叫我起床了。Hello， 后影你好，志龙被主人带回家了，拜拜，志宏。但是呢，是涵涵也不会来了。涵涵有看到最后的志龙，他在他回家前一天有来。但是最近室友姐姐她养了一只新的小宠物，很可爱，叫做哈库，是一只小白柴，才刚出生没多久，大概一个月多吧，一个月，超可爱，超可爱的，这么小只，它现在还就在外面，然后这么小只，真的是小 baby 的那种，然后毛茸茸的。而且走路还有点不稳，超可爱，所以就是这个家多了一个新同伴。等他长大一点，就是我再给大家看好了，因为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拍他，太小，是小男生，对，就是叫做哈库。大家有看过《身影少女》吗？里面白龙，就是白龙的名字不是哈库吗？对，就是想说他白色的，然后好像可以叫哈库，蛮可爱，真的这么小只。然后我跟你说，那个白柴身上有奶味，就是闻它的头啊，跟身体有一个奶味，真的就是出生小婴儿的那种味道，超香的。我就把它抓起来，一直闻它。你有看过狮子王吗？你可以这样举它，真的超小只的。然后它睡觉还会，就是他钻洞钻到一半会睡着，然后玩具玩到一半会睡着，
因为它太小了，不能放它出来嘛，所以就是帮它围了一个小区域。然后它就想要出来，它钻洞钻那个柜子，钻到那边睡着，超好笑。它这样钻一钻，然后就这样睡着。它是秒睡然后秒醒型的。谢谢露露的红玫瑰，因为我没有养过狗，我不知道。就狗狗很容易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狗啦，但我看它就是很容易玩一玩睡着，然后睡着你叫它，它又会秒醒的那种，好特别哦。谢谢阿红的掌声鼓励，谢谢阿红。好，那我今天也是一边签名一边跟大家聊天。我是不是不小心露馅了？不能先给大家看到。3个月以内千万不要打出。那只狗狗好像还没有打，就是预防针第一剂都还没打，所以是要预防针吗？疫苗之类吧，狗狗的疫苗之类的，好像都还没有打，所以我们要摸它之前都要洗手，然后现在也不能带出门，就是真的新生儿的那种。哦，谢谢雪带包送的我是闪亮星，谢谢柯基宇送的甜心战士，怎么那么可爱？这甜心战士的特效怎么那么可爱？谢谢柯基宇，哈库吗？到底是谁的？哈库也要疫苗，疫苗约好，就是可爱的小白菜，我在。如果有机会，我再拍限动给大家看，真的超小只，这么小只，一手就可以抓起来的。但还在，好像还在训练它尿尿在特定的位置，还有便便在特定的位置。但它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便便，它会随处大小便，所以要教。我觉得真的很像在教小朋友，当妈妈好辛苦哦。就是要这样教。哈库是柴犬，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小时候有点像那个苏杰拉拉上面那一只，他是小白柴，可是我觉得他现在看起来很像苏杰拉拉，就是那个包装上面那只小小的。哦，太阳好大，太阳露出来了。可鲁那是拉拉吧？啊，苏杰上面那只是拉拉吧？我不知道，超可爱。我第一次，因为我比较偏猫派吧，所以就是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小只的狗狗，就意外的很也蛮可爱的，因为我很猫派，就是想养猫的那种，还有喜欢猫咪，然后狗狗就还好。但我看到哈库真的是太可爱，会被融化的那种，他真的太像小玩偶了。但听说他现在是这么大了，听说会长到这么大，就是柴犬中型犬大小，所以我可能就是真的会看着他长大。我是姨了，他的干阿姨，干不能说干妈，应该算干姐。好可爱，超小的。养狗狗可以养小的，咦，怎么可爱？他的生日好像是11月8号吗？11月8号。干哪？小狗比较呆萌，长大就会比较白烂。谢谢吉米州的 Pop Cat。欸，是射手吗？不对，还是我记错了。他是天蝎座，那应该不是11月8号，反正就是11月几号我忘记了。天蝎座的天蝎男，对，可能会记仇。长大就记仇，这个姐姐一直吸我，我要去她房间大便尿尿那种。天蝎男，期待他的照片。我真的会看它长大，但是我觉得小狗好像长很快耶，因为我就是室友姐姐养了，然后我跟切亨就一起送一个，因为室友姐姐是就是生日的，算是狗狗算是生日礼物嘛，就是因为她一直很想养，然后算是她的生日，然后养这只狗狗这样，所以就是顺便送她生日礼物是狗狗的用品，然后就是从那种宠物店挑那个狗狗的那种
睡的小窝嘛，然后我就挑了一个很可爱的这么小的那个洛梨样子，就是洛梨的造型，很可爱的狗狗的小窝，然后可以给小狗狗睡。然后他第一天见到那个狗狗，我就是才这样，然后还睡得下那个窝，但是他现在已经头超出那个窝了。我觉得小狗狗长超快，就是第一天看到他还这样，第三天看到他好像已经长这样了，是真的明显有长大的感觉。就是哇，也长太快了吧！那个我们送他的那个小窝睡五天就不能用了，真的是睡五天就不能用了，感觉小狗应该长很快。但是他很喜欢那个小窝，他会有一直上去睡，我们就很开心他有用这样。也太快，真的是几枚抓几寸呢、欸？小动物都长很快，只有五天嘛，我觉得应该只能用五天，他真的长太快了。第一天才这样，第二天已经这样，第三天这样，一个月就明显有感长大。不知道它长大我会不会怕、欸、但柴犬应该还行啦，不要会一直吠的那种我就还 OK。 而且如果是看着它长大，然后每天看它这样长大，就好像会习惯那个大小，应该就不会怕吧。因为我也会怕狗狗很热情扑向人的那种狗狗，所以希望它不是那么热情的狗狗，是乖乖有教好的狗狗。柴犬还好，但听说柴犬是蛮聪明的狗狗，就是不太好教，算难度蛮高的狗狗。听说，因为他们好像就是室友姐姐她养之前有查，就是一些养狗狗的什么的都一些问题，然后好像就查到柴犬是很聪明没有错，可是就是如果它聪明用在不对的地方就会。很恶魔，就是算没有到很不太好教，难度蛮高的狗狗，因为它不太服从人，就是没有那么服从，不喜欢戴项圈啊什么，就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狗狗，所以要教。但是觉得我，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狗狗训练，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养过宠物。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就是训练狗狗真的好辛苦哦，就是真的是教小 baby， 就是跟他说在这边尿尿，然后他真的也是听不懂，然后就想想，我一岁的时候应该也听不懂我叫什么名字，然后要在哪里尿尿吧。那个狗狗就是真的听不懂，他就是不知道他要在哪里尿尿，可是听说狗狗会，就是他比如说在这边地板尿尿，然后他下次就会闻到这个味道，就会继续在这边尿，所以那个地板就是要清干净，要把那个他尿尿的味道消除，他下次才不会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又在那边尿尿。没关系，他会融化你。谢谢伯伦的桃花和果子，要让他习惯。那他昨天有成功在尿尿的要尿尿的地方尿尿，我们就超级开心，真的是有种成就感耶。就是他昨天玩一玩，然后就去他那个垫子上尿尿，然后我们看到他那一幕，我们超感动的，我们全部人看着他超感动，就说哈库你好棒哦，你记得了这样，真的会有种看着小孩子长大的那种成就感耶。我现在渐渐的就是接触宠物之后能够体会妈妈的心情。谢谢伯伦的年度选票，因为我在家也是最小的，所以都是别人照顾的那一种，从来没有照顾过别人，然后没有当姐姐的感觉，现在终于能懂当妈妈的心情，赶快给奖励。究竟品涵会是猫派还是狗派呢？我觉得我还是猫派，对，绝对是猫派。但我意外的柴犬现在来，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味道，因为不是通常养狗狗会有狗味嘛，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狗味，可能它还是 baby 味吧，不知道再长大一点会不会有，还是就是看着它长大就会习惯那个味道。因为我常常去人家有养狗的家里，就会觉得一进到那家就会有一种
动物的味道，但现在还没有，还是我会习惯它，因为跟着它一起长大就是习惯的味道，就不觉得有狗味了。柴味，但柴犬真的是蛮可爱的啊，柴犬算是我前三喜欢的狗狗，说不定是习惯了，有可能，有可能习惯了。吃饲料比较不会有狗味，但柴柴跟就是狗狗跟猫咪真的不太一样，欸，就是我觉得个性超不一样，狗狗就是很活泼，然后会一直很想跟你玩的那一种，但猫咪就是不鸟你啊，猫咪就是傲娇不鸟你，然后你跟它玩，然后玩一玩它就突然生气，超不一样的。拜拜阿红 ，Hello Paku 上，谢谢卡木伊送我 Pop Cat， 他的个性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那时候。那个哈库刚来的时候，我们很担心智龙会吃醋，因为猫猫听说比较会记仇嘛，就是他家如果你们有一直新来一个东西，然后大家都一直关心那个新来的，他就会有点吃醋，然后就会开始作怪乱尿尿大便，所以我们很怕智龙会在我们床上乱尿尿大便，所以我们也是很照顾智龙。我们就说智龙也是最可爱的哦，你们两个完全不冲突，一个是猫界最可爱，一个是狗界最可爱。然后我们吃饭也都会让智龙先吃，就是学长嘛，学长要先吃。他们是两龙哎，老龙跟年轻的龙，白龙跟智龙。我们就跟哈库说，哈库你要让学长先吃，智龙要先吃。然后哈库才可以吃，这样要顾及一下智龙的心。他们真的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两个动物了。颜值最高的狗狗跟颜值最高的猫猫，两个我都好好爱好爱。突然觉得备受尊荣。谢谢帕库桑送我彩虹棉花糖。谢谢博威的掌声鼓励，谢谢博威，超可爱。而且智龙呢，就是哈库刚来的第一天，智龙一直想说那是什么东西，然后智龙就很警戒，因为他平常就是家里只有我们，他都是会这样跑来跑去啊，然后很放松的在客厅睡觉什么的。然后哈库刚来那一天，他可能有闻到一些不一样的气味吧，不是哈库，智龙有闻到。不一样气味，然后他就很警戒的这样走到客厅，然后看说那个是什么东西这样子，他就很警戒一直观察一直看那个笼子里面，他没有炸毛，因为哈库还不太会叫，就是像弟弟一样那样吠，所以智龙好像就还好，没有特别炸，但是有警戒，然后也一直观察，他真的一直看，然后是那种默默观察，一直看哈库的那个房间，然后在旁边角落这样看。然后他还会绕过他，超好笑。谢谢怀怀的彩虹棉花糖。就他就因为我们把哈库抱出来玩嘛，然后哈库就在路上睡着这样，然后智龙就走出来，就是我们有个走廊，然后哈库在这，智龙在这，他就一直看他，然后他就这样不太敢过来，然后一直在那边犹豫不决，然后他就这样绕过他。谢谢怀怀送我行李箱，谢谢怀怀，他就绕过他，猫狗大战。而且哈库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们碗长得很像，就是都是银色的那种铁碗，然后哈库在吃饭的时候，智龙直接哈气，我们想说智龙是怎么了，我们想说他应该是以为他在吃他的食物吧，所以就是有点不爽这样，因为他们碗长得很像，智龙就哈气，他可能以为就是哈库抢了他的食物，我们就一直跟智龙说没有，你们是不同物种，你们不冲突，不同物种的可爱。谢谢怀怀的 Pop Cat， 谢谢怀怀。好啊，一边签我的明信片，大哥龙吃好。看到我生日了，好期待哦！大家觉得我
生日要吃什么啊？我最近一直在想我的生日礼物，就是因为生日的时候都会有生日礼物的扣打，就是家人啊朋友会送，他们都会问说你，哎，你最近想要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我真的是很烦恼哎，就是想要很多东西，所以就是别人要送的时候就会特别，反而会很犹豫，到底要就是到底要哪一个这样，就是因为不用自己付钱，所以就会很难决定到底要什么东西，因为有想要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都很想要，没有错。但是就是别人说送的时候，你就会又会在那边犹豫，哈，到底要哪一个啊？就是会想要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这个礼物的扣打，所以就很难选。谢谢李真的 Pop Cat。香水马上能用的啊，送的人也会很开心，跟大叔一样全都要就好。谢谢微积分大师的红玫瑰 Mini Cooper 吗？ Mini Cooper 太贵了，而且我还没考到驾照，先送车是不是？嘿，这应该不会看到明信片吧。谢谢阿奇的桃花和果子，因为我冬天蛮想要毛衣的，可是又最近又看到一双鞋鞋很可爱，我真的很犹豫，还是要化妆品啊，化妆品那个亮亮也快用完了，我真的很犹豫到底要哪一样，还是多找几个朋友，这时候就突然觉得朋友好重要哦，生日的时候。笑到桌子都破。身为摩羯的我很能理解发挥最大价值，是不是真的？就有时候可以换一个东西，或是你有一笔钱可以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把那笔钱发挥到最大的价值，或是那可以兑换的券啊什么的发挥到最大的价值，所以就会更烦恼，说我到底要买哪一样东西这样子，对不对？我真的是从小到大都有这个烦恼。就是拿到那种过年压岁钱的时候，可以去买新衣服的时候，就会更犹豫我到底要买哪一个，因为那就是很得来不易的钱嘛，就是很难得才有，就是不是自己的钱，然后可以拿去买东西，所以就会更犹豫。谢谢 Park 上的桃花和果汁，今天的唇色是什么？今天我用了一个好像是韩国牌子的唇釉吧，桃包金钻石。脚踏车来一辆，会在脑袋里跑出很多方案，真的，真的会跑出很多方案。谢谢阿华的年度选票，你就说我们来送圣诞礼物，生日礼物另外哦，好像可以。怎么办？我真的想不出我到底要哪一样，好多想要的哦。然后也很想要一个乳液，身体乳液，然后也很想要毛衣，也很想要鞋子，也很想要化妆品，怎么办？我选不出来，可是我只有可能一样的扣打而已。谢谢李真的 Pop Cat， 找的毛衣是哪种的？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毛衣，我之前在 H&M 逛街看到，但是我当下没有买，而且我当下真的是很喜欢那件毛衣，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逛完然后再去逛别的买我的必需用品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已经离开 H&M 了，然后我又就是要真的要回家前我又走进去看了一次，但是我后来没有买就走出来了，所以就是很犹豫。跟亲友要百货公司礼券搞定，问要送的人圣诞礼物跟生日礼物可不可以分开送？没有，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带那么厚脸皮，所以就是还是要考虑一下大家的那个资金，所以也不会要太贵的，所以就很犹豫。好像是白色的那种，就是比较偏垂坠感的毛衣，但我没有买。谢谢樱桃猫的桃花和果汁，
五倍券，我的五倍券被我们家征收，拿去换家里的沙发了，所以我的五倍券早就没了。谢谢水袋八的一封信，但那个沙发我到现在还没有回去坐过。我觉得我是不是找时间回去基隆坐一下那个沙发？毕竟我也是有出了一小部分的五倍券，毕竟也是有点贡献的，还是要回去坐一下那个沙发。真的，你该回去坐。有投资的沙发。毕竟你也是股东。我真的每个时期想要的东西都会一直变，一直变。就有时候又突然不想要那个鞋子，有时候又不想要这个衣服。谢谢蔚蓝晴空送的小鸡蹦蹦，谢谢蔚蓝晴空。就是一直在变，你知道吗？是个很善变的女人。像我前几天在整理冬天衣服，然后看到衣服好像蛮新鲜的，就是因为之前夏天没有穿到，然后冬天拿出来穿，觉得这些衣服好像蛮新鲜的，然后又突然不想要衣服了，可是最近又突然想要了，就是一个很善变很多变的心情。谢谢草莓的桃花和果子。好，我忘记我上次到底写到哪一个了，我的明信片。反正我明信片上面也写一个特别的东西，然后是一个有一个主题，然后每一个人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忘记我写到哪了。你是这需要肯定吗？现在最需要的声流是 Switch 的游戏光碟片，游戏光碟片是也不错啦，但是游戏我比较没有那么常玩嘛，就是偶尔朋友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玩这样，但游戏光碟片好像也不错。怎么办？我太难决定了，生日的月份然后那么烦恼，然后我又觉得那个睡衣好可爱，就是那个牌子的睡衣好可爱，所以就是前后有问我说：“哎，你有想要什么吗？”这样，那我什么都想要，怎么办？我很难抉择哎。品涵属于标准摩羯座吗？我觉得我蛮标准，就是超级摩羯座的那种女生。对，我觉得我个性蛮摩羯的。谢谢柯基的 Popcat， 谢谢柯基宇的 Popcat， 谢谢宜君的桃花和果子，谢谢桃花和果子。品涵收过最喜欢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很多哎。去年有收到一个后背包，蛮喜欢的。然后今年的话 ，Switch 也蛮喜欢的。还有，因为我喜欢收到那种比较实用性的东西嘛。对，我好像偏好实用性的东西，就是收到这个东西平常都可以用啊，就会觉得蛮开心，就是可以用很久这样。听听你摩羯座，谁？摩羯座我。妮妮、雷奇，好像都是摩羯座的，对，应该这三个吧。我觉得我们三个都蛮摩羯的。谢谢可爱猪追踪主播，谢谢卡米的带我走。哦，对，法法应该也是，法法十二月底，法法也是。但法法有摩羯座吗？我觉得法法好像没那么摩羯，还是我。不够认识他，我认识的法法，我觉得没有很摩羯了。实用，准备100组牙刷，牙线好像也不错。日用品很实用哎，牙线啊，卫生纸啊，发胶啊，好像不错哎，蛮实用的。这样就不用买了。昨天在路上有看到路人背鹅的包包。谢谢卡姆尼的桃花和果子。我到底写到哪里了？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桃花和果子。这张写。
写到哪一张？林一感觉比较像水瓶，真的吗？我觉得林一蛮摩羯的，我认识的林一蛮摩羯的啦。我觉得摩羯座就是那种，就是会比较一步一步嘛，脚踏实地，然后比较务实，然后冷冷的，但是内心其实蛮火热。我觉得林一也很摩羯，而且就是之前练习，然后最早到的，你知道，有一次是你林一我，然后是摩羯座，真的是就是会那种担心很多，然后会提早准备很多东西的那种，然后很害怕会出错啊，然后就会提早准备，提早到，而且是提早半个小时的那种，然后就是我们三个就是真的提早20分钟半个小时到，对，而且我们真的是超级摩羯的。应该是写到这个吧，这个吗？大家我算一下数量，我有点忘记我写到几了。谢谢 Lose 的桃花和果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三四五五六五七五七吗？嗯，我怪怪。等我一下哦，五七嘛，现在。等一下，怎么怪怪的？嗯，五七，五十七，是吗？我觉得不是啊。哦，这里还有，所以这个写过了，嗯，是吗？我检查一下，等一下，我现在脑袋有点打结。Hello， 李佳丽，谢谢二号 kiss 猪猪，我刚刚算到61对不对？61，所以这张应该要写过啦，可是没看到。61，等一下，我现在有点在算数学。稍等我一下，我脑袋有点打结。61，所以这张要写过。嗯，嗨，谢谢。谢谢小豪的枫叶。61，我刚刚是算61张对吗？4，那我还是我算错吗？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算错？
自己。好，那我让我检查一下，不然写错有点麻烦。谢谢枫叶。61谢谢博成的彩虹棉花糖。还是我有算错吗？61谢谢 CG 九层塔的红玫瑰。等我一下，我觉得我肯定可以 figure out。谢谢阿远的看好你哦，这样再算一次。好，我刚刚是说61吗？那为什么好像不太对的那个数字？61的话应该要这个。好，那我再算一次。认真的样子，我算到都流汗了，好热哦。刚刚算61，可是61，真的61耶，61。所以我这个到底行了没？61 ，No。
谢谢博云的彩虹棉花糖。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少写一张了吗？还是就这样吧？重复的怎么办？不想要你们收到重复的，不然就是中间少一张。这个到底写过了没？可是算六十一的话，这个六十一的是不是就会写过？可是我前面有一张写到一样的，算了，我先就这样写吧。前面全部检查过，那我要先记起来这边有问题是吗？就这样吧。拿到重复的，如果有拿到重复一张，我很抱歉。先放个音乐，放个音乐，好。谢谢圆滚滚送的枫叶。谢谢圆滚滚的枫叶。最后一定会再确认一次，可是写越多确认会越麻烦呢。我是不是应该先确认啊？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那一张写这个的，你懂我意思吗？一张重复就给他，全部都不一样，要拿到一样，那两个人也算是另类凑对，好吧？那就这样，我就照着我的方法写好了。不纠结了，不纠结了。摩羯座就是太纠结。谢谢丝毫的桃花和果子。谢谢安的掌声鼓励。拿到一样就凑 CP 哦，你们就是缘分。不纠结，不纠结，这样也不错。那我就从六十二开始写吧。请菩萨放宽心。好的，好的。那我就来画了哟。谢谢逸晨的年度水票，谢谢逸晨。谢谢博晨的文手礼。
你的全部牵的，我们才能找到脚相同。好吧，那就这样。这次写的字有一些有点呛哦，希望大家抽到的时候可以笑一下。谢谢阿海的看好你哦。有些蛮撩的，有些蛮呛的，那就几张自己特别满意。谢谢 Parkson 的彩虹棉花糖，有几张自己特别满意，不知道谁会抽到。几张散发卤味的味道，拜拜雨珍。对，我几张有散发卤味的味道，有点呛，有几张蛮呛的。谢谢水袋八的能量饮料。枪算是彩蛋。谢谢鱼脑财运送的仙女棒。明信片我通常都不会打开，这次要特别打开闻一下吗？是也不用啦。喜欢短发还是长发？我都蛮喜欢的，我都蛮喜欢。但是以方便度来说的话，我觉得短发洗头蛮方便。就是在懒的部分是蛮喜欢短发的啦。闻一下配菜吃什么？谢谢博维的彩虹棉花糖，谢谢博维。生日明信片吗？对，我在写生日的明信片，这次画得很用心哦，每一张都画很用心，担心签不完，所以直播一起签。摸过哈鲁再来写，他是哈苦不是哈鲁啦，是哈苦。有奶香再来写。
是白龙，就很想打鲁哈鲁，哈鲁好像也蛮可爱的。哈鲁，很像哈喽哎，哈喽，直接叫席喽不就好？因为那时候是想说席喽好像很常见，好像很多狗狗都叫席喽，小白的感觉，好像很常见，所以想说叫哈库比较帅。哈库加一个白龙的外号，白的元素在这，骷髅比较多，骷髅也蛮多的。都忘记我签到哪了。Hello， 超哥你好。谢谢水袋包的彩虹棉花糖。可以一边念数字加减帮你记，谢谢。平安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我什么都听啊。J-pop、K-pop、复古的都听 ，Lo-fi 也听，什么都听。谢谢阿元的桃花和果子，现在应该是63吧。而且我要一边找插图，不然我画画功力没办法凭空想象出来，我只能找我插图。SGO 事情知道吗？我知道啊，昨天听说了，好难过哦。谢谢小易的桃花和果汁。真的好难哦，我真的是用尽我最大的画画能力来画这一次的明信片，但有可能有些东西还是会有点长得歪歪的，但请大家见谅，就没有学过画画，没有点到这方面的天分，所以我有时候画画的比例抓得不太对，那个东西就会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但就是那种丑丑丑的可爱啦，你们知道有一些东西就是丑丑的可爱，对，丑怪丑怪的可爱。好吗？希望大家收到还是很开心的。我是觉得蛮可爱的啦，丑怪丑怪的，丑丑的可爱。人设比较重要。上周六品还没到西门町，有点可惜。对呀、啊，没关系，还有那个刺身道洞可以来见我。12月19号，大家会来吗？刺身。
生不会到，后天要佛桃园到。希望可以见到大家，但是没办法啦，也没办法。四三的票售完。Jesco 都没有到很夸张，我觉得在每个月的生日会都可以看出每个不同星座，你知道吗？的个性，真的觉得可以看出个性。像我们十二月就是比较安安静静的那种星座个性，我们真的就是比较没那么比较低调一点，对，不会到太浮夸，比较低调一点，不能说普通，就是比较低调。我们太平和了吗？没有嘛，就是摩羯座嘛，摩羯射手比较安静。超都会歪掉，我每次画完都觉得怎么跟是网络上图片看起来不太一样，真的会歪掉。哎，请大家收到的时候不要笑我好不好？就是可以看得出我想要画什么，但就是有点歪歪的。一起穿深浅服装也不错。有本人知道，所以可以看得出画什么吗？应该看得出来吧，我觉得应该看得出来啦。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我就是收到会觉得很开心的。一定是你找的图案本来就歪，没有没有，真的是会画歪。我觉得我又要画歪这个东西了，怎么办？我觉得我又要画歪了。完蛋，又歪掉了，看不出什么了啦！完蛋，怎么办？画了一个长得很奇怪的东西。怎么办？想一下有什么补救的方法？靠身体的补救。
好啦，勉强应该可以看得出一点手，但就是长得有点怪怪的。品衡风格的图案，长得微怪，可是应该还是看得出来啦。还是蛮可爱的。来晚了，不然加一点字应该就看得出来。谢谢中影的小卷游戏，谢谢中影。我来帮他加点。谢谢佩佩的 kiss 猪猪。柯基鱼的女神蛋糕，谢谢 OK 蹦送的枫叶，好，我帮他加点台词，帮这个东西加个台词，状态好，很像印刷。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懂？谢谢 SBI 的黄金四叶草。如果自己分配歌舞画画 MC 的技能会怎么点啊？你说如果我自己想要的吗？如果自己想要的话，应该是歌舞80，然后画画的话我觉得70，然后 MC 的话80吧。哎，不对，是加起来要100是不是？加起来要100是不是？不先点长高吗？忘记身高了，身高就点到100啊，颜值也是点到100，是要加起来100吗？还是每一项总和都100？如果每一项都可以100的话，那当然是每一个都100啊。身高100是要几公分？谢谢中影的爱的小钟，谢谢哈娜比的桃花和果汁，又高又准。
亚妹哥 ，Hello 玉你好，谢谢红的桃花和果子。好啦，还是这张还是蛮可爱的，被我修一修之后蛮可爱的。不知道谁会收到这张。神来一笔吗？就是那种超可爱，对，超可爱。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画哦。又一张特别版，可以写直播限定吗？可是上次已经写了一个直播限定，但我直播这样就会有很多限定，就不限定了。该标注直播日期，这样不会就不限定啦。现在的发型脸也太小了吧？谢谢玉。一次直播才一张限定，好啦好啦，我怎么那么好说话？算了，大家到时候再跟大家说是哪一张，这样，这样大家到时候才会记得 tag 我，就是你们抽到哪一张，然后我再跟你们说哪一张是直播画的，很好控制，谢谢不差，这样就可以大家都要 tag 我。这样强制大家都要收到要 tag 我，谢谢乌麦的桃花和果汁，公演限定。你每张都有拍起来吗？我想要拍我蛮喜欢的几张。谢谢 Romanling 的桃花和果汁，其实我每一张都蛮喜欢的，因为每张都是精心设计。都非常的用心，所以我觉得每一张都是大奖。每一张都是大奖啦。球印智龙限定，有一张是智龙在我旁边陪我画，我有写上去，我说这是智龙在我旁边陪我画特别版。智龙的毛毛，可以最后陈列桌上拍，很有纪念价值，会的。有哈库限定吗？哈库还没有办法走过来，哈库没办法到桌上。
室友姐姐来个金句金言佳句，那个哈库讲，还以为哈库要进，哈库不行啊，哈库还太小了，没办法抱在，就是把抱在，就是我有点没办法，害怕弄伤他。谢谢博云的桃花和果子。平安上星期六有看西门町的直播吗？没有哎、欸，没有。我那时候好像有练习还是什么的，就没有特别看了。桃花和果汁，嗯，谢谢摄影的甜心战士，好可爱的特效哦，谢谢摄影，很认真在画画，又要画出一个不像的东西了。我很抱歉，对不起你们的小偶像没有点到画画的技能。每次都很担心大家收到纸笔什么的会不会很失望，因为画的可能没有其他成员漂亮、精致、可爱。每次都担心你们会不会很失望。小贝贝 T 很像什么厉害插画家的作品，很期待收到。那是我请我一个比较会画画的朋友画的，就是我把概念告诉他，还有他的风格这样，都点到颜值了。希望大家收到是开心的。手作都是心意，我们明白的。很难抽到纸笔，真的假的？画一个字龙出来，大家也会说好。字龙，哎，字龙很难画，好不好？最近很难，主要是你亲笔画的，歪歪的才没关系。纸笔原本只要有笔就可以了，真的吗？是真的，每一张都是我的心意哦，希望大家喜欢。纯签名，现在那么多设计，画画也是有进步啦。我觉得我画画也有进步，一开始真的不太会签名信片什么的，完全不会画小插画，现在有进步。
这也算是我的成长吧，算吧。兔子进化成三天，谢谢洛克的看好你哦。现在这张差不多要结尾了，好哦，那我画完这张就来结尾吧。品涵的刘海是否还要修剪吗？没有哎，我前几天才自己剪。回来了，卡住了吗？卖到明天，也许后天有机会掉票。现在是售完是吗？大家可以来握手会找我哦，忘记握手会了，宣传一下握手会。平安的握手会还在热卖中，大家可以来。
我哟。你好 ，Sunny， 太阳大。Sunny 你好，目前玩手，目前生日会玩手，但是握手会还没。大家可以来握手会找我。生日会三分钟就完手，问卷也记得，不然最后第九步热卖中。每一张也是画很久哎、欸，大家一定要喜欢的吧？有机会拿到你的亲笔签名吗？有啊，每个月的生写都有机会。还有你要买这次的那个吗？圣诞梯，圣诞梯里也会有明信片。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拿到我们的纸笔啦，就是要记得常常关注我们的各种活动，都有机会。对，每个月的三写是最怎么说，就是一定可以拿到，不是一定可以拿到，就是每个月都有机会可以拿到啊。生写太难抽，所以觉得生日金币买赚。握手会会去找你，好的哦。怎么一进来就打喷嚏啊？你有在尊重我直播间吗？街坊回来了，你回来也很高调哎、欸。我有共鸣。轻小声一点，高调游民。外面是不是蛮热啊？超热！可是我早上是下大雨，因为我记得我睡眼惺忪的时候有听到雨声很大。对。可是现在又出大太阳，看起来身体不太舒适，又打喷嚏又咳的，这个声音超明显咳进去哈。好啦，我画完这张了，差不多直播要收尾啦，各位，谢谢大家陪我画圣诞明信片。这张也很可爱耶，我觉得，这张也很可爱。希望大家收到会喜欢。好啦，那我差不多要来念个排名，先来念排名了哟，各位。你有分享狗狗吗？有，我有分享哈库，可是没有给大家看。我说我在发现动物，哈库真的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哎、欸，很像小玩偶，这么小，但是它会长到这么大，好可怕、啊。好，先来念排名了，各位。嘿，第十名博成，第九摄影，第八 Park Sang， 第七小轩，第六钟莹莹，第五法白，第四金佑，第三雪代八，第二柯基鱼，第一志宏。你选个数字吧。但我压力很大。你买了抽了。六是钟莹莹，恭喜志宏、柯基鱼、雪代八跟钟莹可以指定。
指定频寒大量发生。谢谢平安直播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你们才辛苦呢，我好客套。对啊，谢谢谢谢玉的 Podcast 没有大量发生了，那我自己加啊。谢谢阿华的眼睛夜浪中大量发生，谢谢辉仔的掌声鼓励大量发生，没有任何道理。谢谢阿华的 Podcast大量发生，谢谢科技的掌声鼓励，谢谢小叶的 Popcat 大量发声，谢谢蓝熊的 Popcat， 谢谢洛克的 Popcat， 谢谢小鹿的看好你哦，谢谢福福猫的桃花和果子大量发声，谢谢摄影的眼睛夜浪动大量发声，谢谢依纯的掌声鼓励大量发声，谢谢乌鱼的 Popcat 大量发声，抱歉，谢谢小易的看看你哦，大量发声，放了一堆切换，谢谢大家的切换大量发声，没有，只有小亮，谢谢乌鱼的眼睛叶当中，哎，我觉得我自己刚画的其实很可爱啊，但是我发现我那个好像算错了，但你不要爆雷哦，反正好像算错，有可能有人会拿到重复，但没关系啦，这种事情也大量发生嘛，重复什么，没事没事，我怕你爆雷，我没有爆雷啊，大量切换感觉有点可怕啊，没事。好，大家可以开始指定了啦，请指定，你要跟我脚合照吗？你要再进来一点才有，很臭哎、欸！不要乱说！不要靠我脸那么近好不好？这是八十光年，哎、欸，等我抽筋了。你的袜子蛮可爱的。得说，大概有吗？有照到吗？有，切换体重大量发生。你有买午餐吗？我好饿哦。忘记买了。没买，还敢回来？上面贴了 XY 坐标，巴斯光年，有味道的直播间。It's a nice good time， 大家可以开始指定了，请各位指定。刚刚是小鱼刚拿你玩玩看，我不玩。哦，哎，你帮我看看，你觉得有像吗？你觉得有像那个吗？还行吧，有哎、欸，有哎、欸，蛮厉害的，还蛮厉害的。还有一个，我刚刚有没有？你是不是进步了？今天不可以给大家看。那你觉得这个有像吗？还有点歪掉，蛮 像，还不错。但还看得出来是什么？还蛮厉害的。哎呦，画画技能，切换都说 OK 了，那就是没问题吧？这画画技能是不是有提高呢？有哎、欸，谢谢摄影的掌声鼓励，竟然被称赞，蛮厉害的。我竟然被称赞，切换难得认可你，真的哎、欸。他平常都批评我，他说小锅领先，大家可以指定哦，大家不让我下班是不是？谢谢博尔的掌声鼓励，谢谢瑞安的枫叶，谢谢大家，没指定要让我下班吗？我今天妆看起来也太完整了吗？是不是口红的关系啊？千万不要因为没买午餐就变得这么惨呢！是不是因为没买午餐回来才夸奖我？是。啊，忘记我买饮料。有我的吗？没有。啊，指定留下次，好的。
啊，有味、欸！那你要等他一下，好棒哦、喔！但因为这是招牌，他好棒哦、喔，你好棒哦、喔！嗨，谢谢。这是什么？红豆粉果鲜奶茶？对，但他说冰度不能调，也太冰了吧？我也觉得有点冰。我生理期，然后他说我冰是可以的吗？等他融一下。哦，我心暖暖，没交错朋友吗？但是生日礼物还是要有。啊有啦，我买便当了，生日礼物可以吗？我刚刚就一直在跟大家讨论说，因为我什么都想要，就很难决定一样，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想要，好难。可是我觉得22岁不能拿礼物、欸、有什么好拿的啊？哈，每年都要啊！我活到100岁，我还是要拿礼物哎、欸。你先放旁边。那你明天，不是明天，你明年送我一张特斯拉的股票。很贵，对不对？你以为我买得起啊？请你先看看我的资产好不好？你再决定要什么礼物。一枚比特币，我买得起吗？一枚啊，你不觉得听起来很少？好啦，你说好啦吗？你知道一枚比特币多少钱吗？多少钱？135万台币。很多傻笑，快乐。送我的一枚比特币呢？你买不起。我送你一枚那个汤姆熊代币。你又偷出来的、啊？10块，哎、欸，10块有十枚啊。他不能拿出来、欸。NFT 时代，哎，大家都没有要指定是不是？我真的要下播了，我要去吃便当了，大家。你要去跟哈库 say hello。可以哦，大家都不指定是不是？留着、啊。下班。留着、啊。留着要干嘛？留着当生日礼物送。好了，大家拜拜，谢谢大家今天还有我直播、哦，陪我画明信片。拜拜。哈库大量发生，哈库大量发生怎么好像很可爱？好蛮可爱的，好萌哦！我是不是已经忘记智龙了？没有，我刚刚有称赞智龙超可爱耶！智龙是猫界的最可爱，哈库是狗界的最可爱，不一样。这是一个要结束的音乐，好像睡前会听的。怎么那么刚好？好啦，大家拜拜，下次见啦，下次直播见。记得握手会要来找我哦，第9部热卖中，拜拜。不冲突，我是人界最可爱，他是猫界，然后自那个哈库是狗界，都不冲突啊，最可爱的都在这边了，不冲突，很棒。拜拜。可爱动物之家，谢谢摄影的掌声鼓励，跟大家拜拜，拜拜，天皇拜拜，拜拜。